伙也都知道，是吧？但那个事儿吧，不是说死乞白赖太大事儿，但是连杆子这个有点小病，就没说别的啊。我这很少旷工，我到家家我都说我是挨样好打工的。想报仇啊？我可告诉你，现在我直播间可来大哥了，操，露牛大哥听过没？不是，我这今天我看了一下，我没输过一场，我怎么就输给你了？我刚回来，你说你让我赢一局还能咋的？你非得干我？我什么实力？我什么地位？我什么家庭？我什么背景？王小元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正义凛然，替天行道，劫富济贫，我除恶扬善。我就是正义的使者，侠义的化身。我的出生就是为了扫荡歪歪不平之事，解救歪歪穷跌天日。跟我干，你不是输还能是什么？我是哭。你犯叛女流之辈，给我俩嚣张跋扈。感谢严正，没别的意思，可可。跟我干，协调。你听我跟你说，跟我王小干，就是跟电干，跟圆干。就是跟棍儿干，跟我王小元干，就是跟电棍干。我最喜欢的大天使，我这大天使亲你好丑。我跟你说半天都没往心里去啊。我说那个大天使真好看，但是大天使亲你的时候你不亲他就不好看。哎呀，感谢这个牛子也不大，有啥可漏的啊？给我刷他妈7000多了。哥，我给你抱拳了啊，哥啊。没事，你要哥你要那啥的话，咱可以微信转账，完了咱俩微信视频我给你看，单独的咱俩，哥可以出台。你能不能不这么无啊？啊，能没有我这屋？不是，你等我给你看呢，我给你瞅啊。区不是，我这屋有这个，你看没？这大哥镜面我给我刷呢，你看。不说说别的，你看。虽然他这名起的放肆，这名不错。他这名字你这直接这么念你不怕避雷啊？会容易违规啊？你不会呀、啊、这亲戚里道的，我都没说扎心呢，歪歪扎心了，那不有点皇上不急太监急，看三国电影乐替古人操心吗？刚才我本来不想连你的，我觉得我连你我也打不了，我是想着我让我赢好好的赢上一局，唱两个歌喊个麦啥的，他们都说就连王小元打回来，我说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你看现在一动都不动。